这就是我刚才手工做的面，天然的上好，手工的更加好，吃看看。哦 ，battery charge， 非常有感情的面，而且哦，这个面是真的还蛮有咬劲的。我觉得当然是老师后面在煮这个面的时候，可能加了有80分吧。就我原本做的面团应该差不多就是20分，但总而言之，这个面还是很 good。有用心，美好的滋味当然就会如影随形啦。